天哪，果然是所有奥特曼都变成了蚊子。大树，你快救救我们吧，当蚊子太危险了。奥特曼们，大家快过来呀，我从地球给大家带了好多吃的。这里怎么会有蚊子啊？又来一只，看招。大圣，我是赛罗。怎么可能，你分明是只蚊子。光之国被蚊子大军入侵了，现在所有的奥特曼都变成了蚊子。什么？那这只蚊子？那是迪迦，他已经被你打嗝屁了。什么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中午飞来一群蚊子，我们每一个奥特曼都被咬了，我们也变成了蚊子。天哪，那其他奥特曼，我去看看。欧布泰加泰罗，你们快出来啊。大圣，我们在这里。天哪，果然是所有奥特曼都变成了蚊子。大圣，你快救救我们吧，当蚊子太危险了。就这一回功夫，我们奥特曼已经被消灭一半了。可是我该怎么做？你去找诺亚大神帮忙，他住的地方很安全，肯定没有被袭击。诺亚大神，诺亚大神，你快点出来啊，奥特曼们都出事了。是大圣啊，我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是想要救他们还得要地球上的朋友来帮忙。没问题，我该怎么做？奥特曼们都中了蚊子的毒，想要让他们恢复就得拿回解药，但你的战斗力完全不够抵抗蚊子大军，所以要请求地球上的小伙伴来帮助你。点赞到10万，你就能融合所有奥特曼的力量击败蚊子大军了。没问题，我这就去地球求救。朋友们，你们愿意帮助奥特曼吗？请你们为我们点赞吧。